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啊，只有伤心人才有啊。你不是唱完才悟啊？你有那种病？你不是说要这样唱？试试看，一模仿，来来来，你最后一声吼，尬模仿，你最后一声吼，全就是我眼中啊，我没有哦，好尴尬。只要有人出事，就有我们的事。我们是大热门应援团。有人出事，他们就会来帮，就不能来录影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身体健康。对啊，有人出事应该是走白云呐。对对对，还是方顺走跟鲶鱼要来哦，欢迎两位，好加油了哈！热门应援团，应援团啦，对，随口随到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从哪来了？不要再说谐星不会唱歌，加油！谐星最会唱歌就是宪哥，没错，也对，是吧？是吧？也对，可以用这一首歌，两位好好来扳回一城。哦，用一首很棒的歌曲，男生适合唱了，来证明你们是谐星。来 ，music。别说你还好，没什么不好，你就怨日子枯燥，多没什么烦恼，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，想到没完没了。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。谢谢两位，请坐。OK， 没有评，没有声音，是不是感觉会太冷淡吗？跟陈奕迅其实搭在一起。而且我刚唱第一句，外面就在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笑。不会不会，因为他这个艺术还是不能勉强啊。尽力，他们尽力了。抢答题，一道题就是两分了哦。嗯哼，请出题，抢答。歌词哦，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杯酒。哎呦，哎，抢答来啊！哎，来，吴尊，曲终人散。哇，这么确定？哇，恭喜答对！你有在喝酒？多喝了几杯酒，原本该是我。来，欢迎张宇为大家演唱这首歌，请起立。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，只有伤心人才有。你最后一声吼，残留在我眼中，我没有再依恋的借口。原来这就是曲终人散的寂寞，我还想等你。好的，模仿不像，我们扣一分。这次给他，你清唱一下。我跟你讲，你不管后面是什么，你都要回到你试一下。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啊，只有伤心人才有啊。你不是唱完才悟啊？你有那种病？你不是说要这样唱？长度不够，你不要硬拉到后面。我终于知道曲终人散的寂寞啊，莫啊就好，莫啊，只有伤心就好。你要不要加油啊！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还有多了一声。我在这边被羞辱过，是有挑战过张宇。我那个张宇龙，我们都会觉得你一模仿。你有脸的，一声吼，一模仿，来来来，你最后一声吼，尬模仿，你最后一声吼，全就是我眼中啊，我没有哦，好尴尬。你看那边，直接放弃。